来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刚刚这样讲，有一点点抽象，可能有一些学生就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你就心里想，假设我这一边这一个，我给它的那个角度是什么110度，110度的话呢，这样我的旁边这边是多少度？180减110，70度。然后我对面加起来是180嘛，所以这边也是70度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我这个70度等于这个70度，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 m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。然后同样的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一个假设我这一边是110度，所以它旁边这边是70度，所以它对面的这一个呢加起来180，所以这一边是这个是70度嘛，OK，所以这边是110度咯，所以它110度的时候呢，跟这个110度是一样的，所以对面等于。它的对面外面，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这个角等于对面的外面，等于对面的外面。当然，你不懂对面的外面的时候，你可以对面对面，然后再找旁边，对面对面再找旁边，然后你找到的角度还是一样的，这样。